最近《王牌对王牌》可以说是热度也是非常的高，最近的节目组也是迎来了 Baby、 周一围、沙溢等人，开启了一场谍战戏。杨颖、关晓彤、王丽坤分别穿上不同风格的旗袍，分饰不同风格的美艳女特工。虽然三位女明星都给人年轻漂亮、身材好的感觉，但她们节目里的样子跟精修图还是有一些差别的。先来看关晓彤，不可否认的是关晓彤的腿是真的长真的细，这从无修图的节目截图里就能够看出来，但修图师给关晓彤修图时，重点并不在腿上，而是在腰上。看左边的精修图，关晓彤的腰很细，腰线明显；右边的节目截图里面，关晓彤从肩膀到腿仿佛是一条直线，从近景镜头也能够清楚地看到，关晓彤是没有腰的。再来看看 Angelababy 跟精修图的差别不在于身材，而是在于脸部状态。由于她已经到了金属龄的年纪了，所以法令纹有点明显。精修图里的 Angelababy 皮肤很白，脸上零毛孔、零细纹，虽然看着完美，却不真实。王丽坤脸部的线条稍微硬朗，略显英气，不过她的衣服很合身，红唇妆容、魅惑的眼神，反而衬托出旗袍的妩媚来。王丽坤精修图跟非精修图差别不算太大，除了略显僵硬的苹果肌之外，主要是将她眼部的细纹 P 掉。王丽坤虽然是三位女明星中年纪最大的，但不得不说她穿起旗袍来是最有韵味的。关晓彤也许是太年轻了，穿不出旗袍的韵味。 Baby 的脸是偏混血的，虽然美，但是跟旗袍并不太搭。